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骑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7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聊聊这一款泰坦回归时代第一波推出的 Deluxe Class 玩具里头的恶龙。那这次的话呢，它是用了复古包装的风格重新再版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做个简单的小小开箱的分享。那这个玩具呢，当年推出的时候呢，是属于泰坦回归呢，就是第一波的时候呢就已经拿出来的玩具。而当时呢，它跟这个老顽固啊，这个是同时推出的。而这个鳄鱼的话呢，在当时呢，其实它的一个普遍评价是比较差。当然，那比较差的一个部分呢，主要是集中在人形状态下的一个小腿后方的空洞。待会的话呢，人形的时候呢，就会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展示，以及它的一些关节会偏松啊。但是无论如何呢，它的鳄鱼形态呢，绝对是会让人觉得很不赖的一个玩具。首先，光它的尺寸呢就非常的吓人。这个的话呢，它足足有，如果你真的是要从头算到尾的话，真的是从头算到尾的话，它足足有两个低级的玩具呢这么样的一个长啊，你看到没有？这个，那以宽度来讲的话呢，也不算是太差。那以及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头领战士，可以跟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本体做一个互动，所以你可以感觉它驾驶着一部非常大的机械生物嘛，这是什么洛伊德嘛，或者叫索斯兽的一个感觉啊，非常非常的不赖。那这一款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一个似乎是透明的一个软胶件啊，非常的诡异啊。那这个则是当年推出的美版。那我再次强调，我手上的这个美版是当年台湾的反斗城的话呢，跟台湾孩之宝的话呢是有做一个合作的一个促销，所以它是有一些这个新增加的这些贴纸啊。如果你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你可能的话呢就是没有这种贴纸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小工作室啊可能会推出他们的一个贴纸，但是不管啊，我就是强调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大家的跟我的会不太一样。那首先你可以看到两者最大的不同啊，当年的美版的话呢，这个是比较鲜艳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火龙果的颜色还是什么来着，但这一次的一个再版的话，这是偏紫色，应该当年的日版应该是比较偏这样子的一个配色。那由于没有贴纸，所以它身上的这些涂装的部分呢，就真的就是涂装上去的。如果把这些贴纸都撕掉的话，这一次的这个再版的这个复古包装的这个恶龙的话呢，其实它的涂装分色是比较漂亮，比较 OK 的。那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点，就是它眼睛，当年的美版是红色，而这一次再版则是一个白色的眼珠子。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脚趾头，这里有涂装，反而呢这一次这个再版的话呢，它居然整个是绿色。那另外的话就是要打开嘴巴才知道的啊，这个食物中毒，舌头已经变成紫色的啊。然后我们这一款当年的美版的话呢，则是一个比较白色的一个涂装啊，对，打开一下。OK， 给鳄鱼检查牙齿。那两者的话呢，都有一个很不赖的一个这个紧实度，在鳄鱼的头这个部分，我真的就是还可以。那以做工来讲的话呢，再版的比较差。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C 型扣，这样的扣上去的啊。那它的这个已经有点被撑开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已经不是很紧实了，特别是这个，你看。它有一个缝隙在这儿啊，它这个已经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卡得很稳，除非你有时候捏一下啊，时间一旦过可能一点点时间，它可能又自己撑开啊，这个是非常像人类的感觉啊。然后就玩具也是挺大的啊，如当时我真的觉得好玩归好玩，但是也没什么很惊艳，但是现在来看会觉得这个模具其实做的真的是挺好玩的。那它还有一个人形状态下吧，还有一个毛病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啊，不是鳄鱼状态下是有个毛病啊。这个我要再讲一下，这一款啊，相一样的毛病啊，跟这个一样，跟刚这个 C 型扣是一样的毛病。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髋部啊，其实也是比较，你看啊，一扯好像把它扯下来啊，就卡的不是很紧啊，不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紧实度啊。然后当年的这个美版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当年的这个美版至今关节依然非常紧实，而且我感觉它的这个塑胶啊比较硬，
那这一次的再版的话呢，这个塑胶感觉就比较差一点。你可以看到，科线来说啊，当年的美版科线也是表现的真的是无可挑剔，非常非常的精美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呢，面雕是不同。这个我们这一次再版的话呢，是红色的墨镜，跟它的一个大头状态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如果单纯就看一下脸的长相。OK，这一次是红色的墨镜，那先前的话呢，则是一个黑色的眼睛吧。那么呢，这一次的这个再版的话呢，它的一个头雕、额头的造型啊，什么都是不一样。那以人脸的长相是这个比较像人脸，但是由于这之前的这款也是没有口罩啊，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人脸吧。那两者的一个紧实度的话呢，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再版可以说是一摸上去的感觉就是各种松软的感觉并不是很好。那么以单纯这个模具来说呢，它这一块是一个软胶部件，那一旦盖上去之后啊，要把它挑出来的话呢，是真的是不好挑啊，就不是很容易啊。以我的话，我都是需要借助这个吉他拨片啊，我可能会用这种东西去把它给挑出来，不然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挖，非常非常的不怎么好用。那鳄鱼状态下的可动度的话呢，给各位做个展示。首先是尾巴，它尾巴其实很妙的，它的尾巴的话呢，这里啊是它是两个应该说两个半圆形组成一个圆形，这个扣上去之后啊，这个尾巴呢有把这两片呢给扣紧的一个压紧的一个效果。那以这个地方呢，新版的这个复刻包装版本，新版的复刻包装版本，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去裂开。就是有时候会崩开，虽然说崩开捏一下就好了，但是而且可以靠这个地方把它锁定住啊，所以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就是跟各位说一下啊，新版的各种做工方面来说是比较去有问题的。那我们呢，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恶龙的变形过程。首先呢，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给取下来，从这由下往上推开，然后呢，这里有把枪啊，顺便把它拿下来。这把枪我第一次推的时候，往内推到底的时候呢，是非常紧的，要拔出来的话呢，非常的痛苦。那么在变形的时候，我们从腿开始啊，它腿有一个小小的，也不知道算不算联动吧。你若把它揪住往下面翻下来的话，它自动这个地方呢会被撑开来啊，从这个地方转过来，你看它自己会撑开啊，但是因为它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这个呢是正常的。然后呢，把这个小腿啊，不对，鳄鱼的后腿靠到这个缺口处啊，从这个地方靠下去，哎，这样子就行了。再来，它有一个脚尖，这里翻出来，这里也是一样，两侧都翻出来。那呢，我已经偷偷的呢，在这里面呢，给它加了一点点的一个快感，让它稍微能够卡住一点点，因为这个地方呢，松动的速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啊。然后呢，这个鳄鱼的头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往上掰，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里有一个凹，这边有一个凹，两侧的凹呢是斜角的，它是要扣这两个凸。就这两个图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人变鳄鱼的时候呢，这个手臂啊是以斜斜的一个角度来做一个摆放的。那没关系，就到这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头推到后方就行了。再将这个手臂的话呢，由内往外翻出来，由内往外翻出来啊，以及这里的关节以及里面的球形关节啊，出乎意外的紧啊，不只是我手上这个再版的，我那个手上刚那个美版啊，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紧啊，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非常紧啊。因为都没有去动它嘛，它当然紧了啊。那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呢，这里啊，这个记得啊，我的习惯呢是稍微的往内推一点点到这个角度。那你会发现的话呢，它呢是有一点点站不太稳的，因为它的一个脚后跟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支撑力度啊。这一点是当年这个模具为大家诟病的一点啊，你可能必须稍微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身体的重心把握。那甚至有时候呢，你调了一下呢，它还是不容易站稳啊。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呢给组合上去，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武器啊。这个武器的话呢，其实就作用就很大了，因为你武器握上去之后啊，正常来说呢，武器的一个正常的握法的话呢，你看它重量是整个是朝比较偏向前方的，在这个状态下的话呢，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吧啊，也。真的是印证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尾巴呢，果然是拿来平衡身体的一个重要器官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先简单的对比一下两个家伙啊。
就旧的美版和新的这个再版他们的一个配色上面，在人形状态下呢，可以感觉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比较暗沉一点的葡萄色吧，可能比这个原本的美版要稍微的比较 man 一点啊，就比较有硬派机械的感觉啊，这个看起来确实是稍微有点粉红少女心的一个样子。然后在整个一个分色上来说，两者在人形状态下的感觉差别没有像鳄鱼那么的多啊，你看到胸部手部上面基本上从正面看过去几乎都是一样，几乎都是一样。那武器上面的这个分色的差别则是有没有贴纸的一个差别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啊，背面的话呢也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啊，顶多是这个脚趾头，这个鳄鱼的后腿这样。所以在人形的状态下呢，我觉得两者的差异度给人视觉的感觉差异度就没有那么大了，那完全就是看头雕了啊，你是喜欢这个原本的这个美版这个脸，还是说这次再版的这个日版是戴上红色的墨镜。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 OK 也算是球冠吧，手臂平举到这边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球冠啊也还是非常的紧的，额头肌可以转动，以及呢手肘转动之外呢，它的一个小臂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回旋的一个关节啊，其实通常来讲的话可能是拳头的关节它等于是说往上做，那其实往上做反而是比较好啊。首先它兼顾到了变形的效果，第二你要转拳头的时候顺便转小臂吧，因为呢你如果你不转的这个不转小臂的话呢，拳头只转可能会露出空洞。那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泰坦回归啊，号称空洞归空洞又怎么样，我里面还有造型的刻画啊，看到没有，这就是良心啊。好吧，如果你称呼这个是良心的话吧，那我就当做 OK， 你要往说啊比没有好，好吧，就当做你真的是有良心吧。那么当年这款玩具就是最人诟病的就是后面这种种空洞啊，特别是这一代在变形是有需要没错了，但是确实也是实在是太惨不忍睹了，以及当年的这个髋部关节呢是非常容易去松掉的，还有这个打这个铆钉的这个地方啊，当年都是比较容易去发生松弛状态的。所以这个恶龙呢在当年的这个泰坦回归系列里头呢，除非你是头领战士的这个忠实粉丝吧，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呢，比较少有人会单独去买这一款或是抢这一款啊。那时隔多日之后啊，这个变成鳄鱼的这个设计的话，突然觉得它非常的好玩。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节目你看了有心动的话，只能二选一挑一个模具的话呢其实我可能会建议你，如果可以价格一样不妨去买以前的美版，可能这个做工各方面可能比较好一点。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冲着包装啊，那你买了可能就是要做收藏的，那既然是收藏的，买哪一个其实差别就不大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